怎么跟我讲的不太一样？怎么可以烧那么炸到那么黑？你是用几度在炸的？哇！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我老婆呢，一直以来非常的喜欢吃炸虾，没用几次，她去把费的时候一定都会拿炸虾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决定让她炸虾吃到爽。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，有人在卖这种炸虾，非常的贵，2只1000的。有含套餐吗？它有其他东西啊？不管，当然就是别人卖2只1200。我们今天自己做，我们的虾子，哒哒。我昨天在我们家前面的水沟特地捞的手臂虾，你家水沟特别厉害，你看有没有跟我的手 ，OK， 跟我儿子的手臂一样长，没有错，儿子手臂虾，对，儿子手臂虾，好不好？我们等等就把它稍微做一些处理，我们就直接来炸彩色的。哎，欢迎配偶。爸，我的衣服，我有洗衣服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马上上去晒衣服。各位，天气阴阴的，好像快下雨了，衣服收进去。炸虾炸到一半收进去。现在打开我们的厨师机。哦，71%，湿度很高哎。马上用我们的干衣模式。啊，飞利浦2合1抗敏清净厨师机，效果快又好，而且 1.5L 大容量水箱，不用一直倒水，超方便。还有智能厨师定时儿童手功能，不怕小孩乱按，有轻松解决冬天衣物有霉味或霉菌在浴室滋生。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处理我们的虾子了。我刚刚有点状况，我已经把那个排除掉了。他还在，这虾是他的，有一点难处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去肠的动作，你看看我们的帮手都来。哇哦！哎，你看各位，这个没有去肠是不行的哦。哇，这么大条，这吃下肚还得了？各位，虾膏跟虾肠真的不要搞错了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像便便的东西是膏，像我儿子那时候刚出生出来的，它是膏，好会形容。那我们到我们的户外料理区好不好？非常高级的地方，跟臭水马达在一起的地方，很吵哎。喂各位，我们已经完全的烤好了，非常的香，我们直接试吃啊。还要炸是不是？为了我老婆，我还是要做出一个炸的感觉。哇，爆蛋！喂各位，我这边教你们调这个炸虾最棒的酱，好不好？我本身炸虾经验是相当之久了。调好之后呢，拿出我们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竹炭粉，来，我们的镜头过来。才过期6个月而已，简简单单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哎，那不是还有一罐吗？那是什么？新的啊。那要不拿新的？旧的要先用完啊。不用了，没问题。我们阿仁明天开始泡茶，我们的魔性竹炭粉，好不好？阿仁。竹炭粉有价格哈，省一点。大概这样，来自地狱的炸虾。还要再黑吗？炸了应该会变深吗？你说炸久一点，它就反正就会变深了。短反正会焦掉。那你红色的要怎么调？红色我们一样是用非常天然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太天然了，各位。红色色膏这个名字一听起来是非常的天然。你看它的成分表，它的成分其实很单纯，大概只有10几20样，也是相当单纯的。这一看就知道是从大自然萃取出来的。哎，好屌哦！要再深吗？哦，怎么了？大概半罐了吧。哦，哎，有蜘蛛人的颜色出来了。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炸虾了，先开门。怕油烟太重。本人我对于炸虾是相当的有研究了，好不好？看我表演。轻取，放上我们的盘子。用手吗？你是要表演？表演用手是基本的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那厉害的日本师傅都是用手的。相当的漂亮。我跟你讲，炸东西最忌讳的是什么？你会怕这个油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要放进去了吗？哎，不是要放进去了吗？不然干嘛？我要先在油里面用出那个花。花，这简简单单，我去去面粉花。角落。嗯？拿什么面条啊？要我炸米排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想吃米排，不就是100个？叫炸。把它聚集在角落。要把它聚集在角落。用什么？用手啊，用手。用手来，阿冷快。对对对对，你做很好，来，然后我现在要下去，各位。
我只表演一次，你们要学的看好。虾子在那个粉上滚一圈嘛，看我表演。啊你看它裹得很漂亮哦，来各位，你看那个粉怎么就刷，粉怎么就刷。用一个黑色的盘子，这个料理感觉就很高级，很高级。哎呀，好高级！我们旁边再撒一点这个天妇罗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拍这一套。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现在我刚才出去学过，所以我现在身材有稍微变。我现在开始告诉大家怎么炸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手法？哇，相当的熟练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次在外面学了相当久的。相当哎，这样太火了！有没有小心不要烫到？真的没有烫到啊，好难哦！可以把头分开吗？哎，可以把头分开，我再插回去就好了。大凡听到，哎，这帮大家都知道了。哇！我刚刚换了一个衣服在这边炸，大家应该有发现。我现在换回来，好，我再表演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没看到。哇，炸东西最忌讳的是什么？你会怕这个油？好烫，好烫。哇！不太一样，这种前卫的料理好不好？只出现在我们的频道，别人一定端不出这种料理。各位炸到后面油烟会好重，赶快用 APP 把飞利浦奈美级空气清新机打开。哇哦！因为油烟的关系，你看它会从蓝色变成紫色，然后又会再升到红橘色。欧洲销售第一，加抗敏协会认证，品质有保障。奈美级 HEPA 滤网能有效拦截已知的最小病毒、细菌及过敏源，预防这些病毒在小朋友的周围。每分钟60000次自动扫描，超敏感，完全不用担心空气污染物。各位，你看炸完后5分钟，现在显示蓝色，表示空气品质良好。等等牛小白回来就可以放心享受我做的料理。啊、你还没吃呢。去架子直接给吧。这个我要吃这个。哎呀，你是吃别的颜色的？小朋友都要吃原味的，原味的在这里。我不要这个，这个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？红色的。爸爸先吃看看红色的怎么样。我也吃看看。好来。会不会吃完就走掉了、啊？哎、欸，皮很好吃。皮很好吃哎，像饼干哎。你要这个、啊，你很懂吃哎，来。哇，你看很好吃。你看这个就不行。还要吃皮？你还要吃皮？你这个皮很健康，是竹炭粉的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那是尾巴，来，各位，我要来吃了。敢不敢直接吃天然的颜色？天然的颜色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是新品种红糟虾，你看它里面的虾头都是红色的。嗯，很好吃哎。嗯，里面有肉哎。那个皮炸的不错哎。肉松。我们两个讲话。我也要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们可不可以给我点空间？你们这是谁的频道啊？你们俩不要再啊！你们再吃吃。你真的跟他们手臂一样大、欸。哎、欸，来各位，妹妹的手。这是你干嘛、啊？你有要这样拒绝男生，知道吗？哦。来，我吃一下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原味的，可以看到里面有膏的那个颜色。哦，嘴巴好大啊！调味吗？有味，就非常好吃了。
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吧？今天主角是旁边两位，你没发现吗？不是，你开头不是说要准备我吃的？对哦，当然各位，我绝对不会忘记。要吃红色的。哎呀，红色是什么口味啊？那个你要吃了才知道啊。啊，红色怎么？为什么阿仁讲这个很不妙？红色口味超屌。可以告诉我吗？辣椒吗？它是一种膏，它是一种很浓的膏，对，很浓的膏。我知道。我们红色色膏，到底是什么啊？色素，没有味道啊！色素没有味道，不是，为什么都不让我讲？这个大虾，美女团这边试吃给大家看啊！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比那个自助餐吃到饱还要好吃，当然。你刚刚不吃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讲话。我觉得比那个巴菲还要好吃，因为他们卖剥开的虾子都超细的，不像我自己剥开也是很大。剥什么？你是说你是这样剥开啊？对对对。哎哎哎！不要摆出来，不要摆出来，不要摆出来。哇！这味道也太鲜了吧！你要吃？我们好忙哦。对啊，我一直服侍小孩哎，以前只有一个挤，现在变两个都会挤进来了。对啊。你不要连挤出。哦，那么黑，这什么东西那么黑？虾呢？虾子有那么黑的吗？这个不用剥皮吗？没有在剥的。不用剥皮啊。为什么可以烧到那么炸到那么黑？你是用几度在炸的？你时间够就可以。真的，猪蛋粉啊，你看。啊。哇，很酥哎。好，那嘴巴很跳啊！各位吃炸虾配上干净的空气，真的好享受。来，给爸爸十秒就好。吃炸虾配上干净的空气，真的好享受。机身只有4公斤，等等拿去我爸房间，轻轻松松调成舒眠模式，完全不会吵，让老爸晚上好好睡觉。还有超贴心的 APP 即时滤网更换提醒。哥，我们刚刚晾的衣服完全干了，好不好？炸虾前湿度71%，现在降到49%。底部还有滚轮与手把设计，想换地方使用或者倒水箱都很方便。而且不只有除湿功能，还有抗敏滤网，抗敏除湿一击解决。这台 D15205 除湿机13L 只要9111，加码送 MobiWay， 申请货物税再补助1000呢。而且双11限量加码，价值2580元的多功能烘干器直接送。新进机 AC1715 更厉害了，下杀7999，加码赠 MobiWay 再送滤网，整整2年免耗材，年度最低价就在双11了。